真的是有效的哦，诶，在短短5到10分钟哦，你也可以是 reface 的 reshape 的。于是呢，你看到我们打开那些美容院的广告啊，什么它都会注重 reface 啊、reshape 啊，或者是 lifting 啊，在5到10分钟。那么多数外面的是怎样啊？我也是有去 survey 一下，有些是打针啊，有些是用仪器啊。像我以前的美容院，我们也是用仪器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在短短2个小时里面，我们可以做完这3样东西，是很棒的了。那么呢，这个人在这边的时候，因为我 career path 哦， career 我就是想刚才这个 closing 的。他已经知道，哎，原来做这个行生意是很容易了的咯。所以当他有兴趣了，我们就会跟他分享这个系列。那么这边是领袖哈，要一个真的很考虑的。他做了这个之后，是不是有人 sign up 了？对吗？他有人 sign up 了，他就会跟你讲，今天你来听这个哈，你有这个 back 了。那么明天呢，或者是后天呢，你就来上我们这个 Great Skin Workshop。在这边呢，我们会教你怎样自己洗脸 DIY。那么你不用帮人家洗，但是要make sure自己的脸洗美美咯。OK。但是有些人讲，哎呀，我有痘痘怎么办？没问题的，没问题，我们会内外教你怎样把变成美美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教你怎样帮人家洗脸，这个才是重点哦。记得哦，要来上课啊。OK， 这个是免费的，因为他买了产品嘛，他就来上了。可以是免费，如果你是红宝地的，就是免费了。如果你要绝少的话，跟公司配合就是10块，有些人就是20块，因为他们住酒店嘛。depends 上哦。上了这个过后呢，因为他们是新人，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理的一下全部产品知道吗？这样你就用你的 smart library。OK， 记3个产品给他。第一个 EB。第二个 skincare， 你看你是注重什么？你注重 UP2 你就先 UP2， 注重 derma 你就先 derma。那第三个 El Marino Blanc， 这三个产品给他有那个视频 video。Whatever 他不会的，哎，等一下啊，我开这个给你看，我们一起看。我对这个行业也是蛮新，但是我们呢有一群的老师，一群的团队，我们是每天不停的去上课。然后给他信心了。这个是 GSW 了，他自己会去看了。那么这边过后呢，我们会有个 TTT。这边我是 IGSW TTT， 它包含着什么产品知识了？Knowledge on product。那么呢，在这边其实哦，leader要做很多 personal coaching。等下我讲，如果一个 leader 每天忙不停蹄的。马不停蹄的做 personal coaching 是 means what？ Every day you have newcomer， 开心吗？ Yes， 开心到不得了哦，讲到口水都没有都值得哦。Product knowledge， 然后我们会教他啊如何开始啊那些啊 ，3S 啊 ，Degan 啊 ，Deben 啊那些咯。这边是教他要 feel work。这个是重要咯，教他怎样去邀约咯，怎样去帮人家洗脸咯。That's why 是这边咯 ，daily practical。那么呢，在这边我们会讲，通过这里哈、哦，我们还会有个，知道吗？以前我的梦想是在全世界都开美容院，但是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今天呢，我教了这个行业哈、哦，我们的事业部单单是在马来西亚，加勒比啊、新加坡、泰国，我们都可以一起去发展的。所以这边有一个 international platform。其实这 international platform 我教了什么东西 ？IBS。怎样 key in sales 罢了 ，key in PA 罢了。Key in PA according to 我们的 package，其他的不交先。如果你要更好的话，你就讲，其实这些东西呢，公司实在太好哦，他就啊 MLM 啊。其实这个呢，我们是跟一家22年的本土公司，在马来西亚已经有22年的经验，而且它是本土公司连续每3年拿第一的一个公司，我是跟他配合的。因为你讲，刚才我讲了嘛，做生意要资本，我是没有资本的，但是我有一个这样好的 supplier， 来配合。所以我就讲这边了。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国际都不用头痛了。过后呢，我们就讲，说今天你做的这些，可能我们当上门服务的时候，做这个 mobile spa 的时候，人家会要求看我们的一个文凭。所以呢，刚才我讲，你加入我们有一些课程是免费的，有一些课程是收费的，所以你要去参加我们一个比较高级的，高级的美容房。Advanced Beauty Workshop。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
TBW、okay. 在这边呢，我们的 supplier 呢，他会给一张文凭，我们 certify 我们对他的产品已经有内外的知识了、嗯、所以当你去做服务的时候你就比较安心了、嗯、而且你也比较了解产品，就可以配合更好的服务了。 所以这边过后你看他是一直追你的，他就会问你，哎，这几时我可以拿这个文凭啊、嗯、几时我可以去上这个课啊，我已经做了很多十年了，嗯，对，所以四个 step 而已，容易吗？容易。所以在这边哦，我们也会 train 你，你今天帮人家洗脸，改次可能你的朋友多了，组织大了，是不是？网络大了，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助教，嗯，成了助教之后，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讲师，嗯，所以我们已经是把它灌输我们的 system education， 嗯嗯，所以他也是知道他会去上很多的课程。今天当你知道一个这样好的机会，我们人讲到底啊，也是想知道他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对对对，对嘛、嗯，哦，讲到什么天花龙凤也是假的啦，嗯，啊、所以呢，我会给你知道哦，参加我们这个呢，这个 business module 呢，它其实有个好处就是，我想问你，今天如果打工的。你是出粮的哦，你有去做工有出粮啊？嗯，没有去做工啊？没有。老板会不会喊伟林给你啦 ？bonus 有吗？你就想我，我就想我，日日想我，头发甩到晒了哈。但是呢，当你加入我们这个行业呢，除了这四个很简单的步骤呢，嗯、我们有四种不同的 income。嗯啊 ，for income 哦。OK， 那么第一个 income 呢，是由你自己决定的。OK， 嗯，现在好像我们自己决定什么来上班有工钱哦，群里一点只有 OT 哦，但是可以不可以更多呢？其实它是有限制嘛，嗯，但是这个没有限制的，嗯，哦，刚才我讲，你买了，你投资了，就是说你自己开始有这个美容箱之后，你要来自己洗脸，还帮人家洗脸嘛，嗯，很重要的是为什么？这边呢，我们可以赚取一个 daily income。每日的薪金，嗯嗯，而且这个薪金呢是 depends on 你自己的，嗯，想问你一下，如果一个仪器来自于韩国，如果那个产品用在脸上的美容护肤品是来自日本，嗯，你去一个美容院，他会给你收费多少钱？哦，高丽啊，嗯，高丽香哦，嗯，在 KL 拔凉拔凉一点的都要两三百块了，嗯 okay, 嗯，那么今天我跟你这样好朋友嘛，我上门服务你哦。我说你办这好不好？嗯，好吗？150块，对不对？嗯，但是不用紧啊，大家像 friend 啊。我说你一个88啦，啊，华人嘛好意图啊，发啦。嗯嗯，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个朋友的话，我有88块，对吗？对吧？嗯，如果我洗两个人呢，啪嗒啪嗒而已哦，就有176了，对不对？嗯嗯，但是如果我看到，哎，我对这个行业好像有一点。比较 serious 一点哦，帮我看一下，三个人乘88等于多少钱？哇哇，264哦。对对哦，如果一天有5个人的话呢，因为你对他很 serious 啊，你可能负担了吗？嗯嗯，1320，440吧。哎，等一下啊，264×5啊？没有啊，88，88×5。嗯 ，OK， 440。440哦、嗯，哇，如果一天10个的话，是吧？跟你讲啊，以前我美容院啊，真的是一天哦，我可以看10个人洗脸的，嗯，880嘞，这个钱是net进你口袋的，啊，要不要交所得税是看你有没有超过500千收入咯，啊，应该会的，应该会的啊 ，OK， 这个是自己决定啊，第一个收入咯，第二个收入呢，刚才我跟你讲，我跟一家公司配合嘛，对不对？嗯，那个公司很好的。OK， 当我们帮顾客洗脸，顾客有兴趣像我们这样、嗯、要买来自己用、嗯、或者是要成为像我们这样、嗯、我 boss bar、哦、我们都会有一个 bi-weekly income、嗯、就是2个礼拜出一次粮、嗯、OK，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 welcome bonus、嗯、bi-weekly income、嗯哦、每2周1次的、嗯、OK， 过后呢，刚才我讲今天我们做这个生意是希望以后不需要很做多都可以赚钱嘛，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个被动收入了 ，passive income、yes. 嗯。passive income 因为它是 per SV 嘛，就是 money 咯，对不对 ？OK， 那这个还有个、哦，每个人都很想打工过后有自由，有时间去旅行、嗯、啊，我们也是有一个 incentive trip 的，嗯。OK， 那今天我讲的是四个 income、嗯、但是现在公司呢为了配合我们，因为很多人来参加，很多人想跟我们一起配合，他给我们一个 campaign 叫做 FRC、嗯、
我这边呢我不讲复印、嗯、因为你讲复印他又讲问什么、嗯、他就讲我们有个活动 FRC campaign 讲明是 campaign、哦嗯、就有他的日期了、嗯、他是到9月5号嗯嗯，那现在是几号8月3号嘛、嗯嗯、是还有机会、嗯、还有机会、哦嗯、你看记好原本四种应该都给你一个、嗯、多的哦。所以这边呢他可能给我们产品吃啦、嗯、因为我们去做心理呢去做服务啊是很累的咯给产品吃给我们 balance 我们的 immune system、嗯、但是如果我们洗脸过后很多朋友像我们这样哦、嗯、轮多了就说他又给产品又给现钱啦、嗯、所以看你在哪个步骤啦、嗯、OK so 这边是知道你会拿到什么钱吗但是你想不想知道 actual 可以拿多少、嗯、很少、哦、那伟伦想问你一下、啊、今天如果我问你了1、2、3、5、10个人你觉得如果你是认真做这个行业了一天可以洗多少个人2-3个2-3个了、嗯